发扬光大。我相信讲这是咱今仔来的目的。哎，时间非常的真紧啦吼，咱预定吼，要请着咱的这个育儿圣坛的，咱讲咱的李总干事吼，因为这干事的主笔，预定要甲咱做一个简单的介绍，差不多30分钟啊，30分钟。30分钟完的时阵呢，来请着咱的会员吼，这国老来去参观吼，参观。预定就是4:40，4:40吼。啊，准备就是要复归，要起点吼，要等下咱的故乡哦。4:40，4:50上车哦，啊就开始。咱十二台的车呢，慢慢就复归。我想你讲，今仔一路愈迄那个旅程吼，应该是讲安尼，让大家当真欢喜安尼。啊，唔敢让大家各位伤劳车，想按转去啦哦。所以讲，咱今仔来时间是重点事的，下摆若有机会。恁大家若有想要来，啊，恁就甲咱聚会，也是咱国导游、国组团的经理来报道。啊，恁若讲哦，一台车、两台车、三台车，也是旅行车、轿车，我相信恁最后来，咱的迄个李总干事呢，伊会足热心，较有时间来陪咱。啊，因为咱今仔日就是讲咱的旅游盛场的前任、副前任，也是叶天老师，拢去国外吼，开发了五工啦，吼五工。所以啊，有打电话转来，真抱歉啦吼，无法度来亲身甲咱连接，因为拢是国外吼，啊，所以讲大家吼，到伊时阵来就坐吼，时间非常的宝贵。啊，恁若手中若无甘露水吼，遐手就我顶吼，嘴干吼，伊个陪护人员吼，志工吼，伊也看袂到吼，你有摕到甘露水无摕到嘛？唔知哦，你若无甲遐手吼，大家免细心吼，啊，有咱请着咱做干事吼。各位点老师，各位前任在地，大家午安。欢迎咱诸位在地呢，莅临阮这个育儿圣坛，来搞阮的生机搞，来搞阮破脚。那么因为阮家点老师呢，拄啊真拄好啊去泰国。为这个发挥呢，所以呢，每户人家回来的时候，甲咱大家迎接，做这个安尼真歹势。那么，阮这个内底是这个也是简单的这个感慨呢。我就请这个帮领导，请帮领导来甲咱助威，啊，来阿个帮领导咱，啊。即摆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时间尽量把握哦。以上，